爱安呢？市场婆妈新话题。阿姨，你切什么？西瓜。为什么？切三角啊。切三角。下面是皮呀。啊，不会觉得像草莓吗？不，哎，有像。一个东西啦，一定是附近有的。外景记者阿翔现在在中立的公有市场采访到一群妈妈，那么看着托盘呢，大家是七姐。本节目由娘家益生菌冠名赞助播出。